完了，这波感觉差不多了。这波大家把技能全交了，那下一步怎么办？下一步安楚明是拉大波的。下一波逛街，下一波。没事，我能，就是接个电话我就能好。要不然开个门是吧？开个门我也能好，我操！哎呦，让我拉一下。安楚，要不然你稍微等一下吧。哎。弄完了，没事，就这一波吗？没有，两波。把这个油打了，我就能赚好。这打完油得啥时候？没事，我 almost， 哦，断掉。在干嘛？哇，这么大吗？这么大吗？我靠！这会不会太大了？这他妈我直接被啄死，我直接被。不是，这。这会不会有点太大？我操！连虫子都不闻。我他妈都没看清发生了啥！我操！救命！救命！哎、你他妈喊救命！不是，这太大了，这一波就是你要么就游那个啥了，再就别过来！再见了，谁他妈挨打打了？我敬你身了。哎，我觉得其实可以接。不接了吗？他不接了、他带了苍蝇啊，就怎么打？就有苍蝇啊！我根本扛不住。我操！不是，我跟你们说哈，其实这波可以打，主要问题就是你俩上来不知道在干嘛就死了。